日本人把这个漆器工艺呢，完整的保留并加以发展。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些精美的漆器，大家不妨也看一看这个纸牌标出来的年代。啊，原来漆器是日本传过来的。哦，这个想法，这个想法也不错。正好，中国传到日本啊。因为在中国的清乾隆时期，专门派兵将到日本去。因为日本人呢，在这方面，无论是传承它的发展，当时都有优于中国的兵将，是吧？我们看到这些这个精美的漆器，大家看一看，近距离的观察。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的裂纹。它工艺不一样，不好去直接比较，不好去直接。中国有特别漂亮的漆器。这个不好去直接比较。老李给介绍一个，大家都看得见。看中国的。一会儿我们都看得见。咱们在这儿看到了纸牌的年代，可以想象，几百年流传下来，没有任何的这个裂纹。而且图案的工艺，大家看，相当的繁复，相当的繁复。这个实在是让我们诸位叹为观止，对吧？日本的东西非常难得，在这方面，这是日本文化当中璀璨的一颗明珠，一个一个的这个。会觉得